今年上半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擎天柱玩具的视频，当时觉得哦，这个东西有点意思啊，于是我当时就立刻下单预定了一个。到十月份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到我手里来了，在我这里躺了两个月，其实也蛮新的嘛。知道擎天柱的玩具其实这么多年出了非常非常多，以前都是自己手动玩玩具嘛，把它自己拆装变形，现在它居然可以自己变形，另外它还可以声控，你说一句中文它会回你一句经典台词。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确实沉迷过擎天柱好一段时间，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看的吧，他的电影看完了以后，我回去一个晚上都在练习他的那句台词 I am Optimus Prime and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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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直到我发现啊，我的嗓音没有那么低沉，就是永远也学不像，我当时还好沮丧呢。像我们这代人接触变形金刚一般是通过他的电影嘛，但是80后啊70后啊都是通过他的动画片，这个动画片最早应该是1984年开出的，最早那个就叫做Generation 1，而这个擎天柱玩具它的形象来源应该就是这个 G1， 就是第一世代。没有想到盒子里面有一个盒子，盒子里面又有一个盒子。哦，这回不是盒子了。这比我在外面看到的任何一个擎天柱的玩具都要精致哎。我已经感觉到它能动了。爆能枪能量斧，你看，不要这样做，大家。哇，听听这声音，全金属的，它的身体是，I am the leader of the Autobots。哇，复原了，复原了，复原了，然后我可以和他说话，是不是？擎天柱 ，Greetings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跟你说个怎么办？Megatron must be stopped, no matter the cost。你好帅啊！哇，他面对我变形了。可能这个是误会啊，他就是这样子变形的。但是他面对我变形了，握手可不可以啊？哇，他的手像我的小猫的猫爪一样。语言指令卡，擎天柱 ，Greetings， 变形。开火！没有必要啊，没有必要，吓我一跳。擎天柱 ，Greetings， 前进 ，Let's go。擎天柱，后退 ，Optimus Prime，reporting。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。擎天柱 ，Greetings， 我们是朋友吗？我爱你。没有这个语音啊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个当生日礼物送给别人也可以。擎天柱 ，Greetings， 生日祝福。Greetings from Cybertron. I am Optimus Prime. I am granting you permission to have the greatest birthday the universe has ever seen. Roll out.装上武器试试看吧，右手枪，左手斧吗？好了，开火 ！Fire now！ 擎天柱 ，Greetings！ 霸天虎 ，Let's stop the Decepticons！ 干他，干他！擎天柱 ，Greetings！ 力量。你没电了，擎天柱，我应该给他来个公主抱吗？擎天柱，你怎么了？刚刚是因为武器
打住了，就是那个动作不适合配武器来使用了，我还以为是没电了，大惊小怪了一下。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它可以通过 APP 控制它做一些更加高难度的动作，然后你也可以自定义，它还可以蓝牙操控，你可以点触的方式来控制它，比如说有这样子的特技动作，俯卧撑。还有哎哎哎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。看酷哦，它有个这个虚拟摇杆。啊！哦，它好快，它好快啊！走。哦，它停住的好快。它里面还有一个自定义的功能，它可以有手掰自定义和图形化自定义，它身上有24个关节，你都可以进行操控。虽然我一开始就知道擎天柱它可以变形，但是真的变形的时候还是觉得超级震撼，看到实物还是让我非常的惊叹的。不用自己掰的变形金刚，这简直了，这不就是擎天柱本柱吗？早知道我就10月份拿到的时候立刻开了，不好意思，就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擎天柱各种动作吧，来一套组合拳好不好啊？掌声欢迎！北瞳和变形金刚的联名手柄吗？我最喜欢这款国货精英手柄北瞳宙斯的擎天柱限定版，除了整体用了擎天柱标志性的蓝色，手柄的正中间还印了一张擎天柱的正脸，超明显。和汽车人领袖搭配的是这个功能也很豪华的宙斯手柄，机械功能按键，手感清脆，按键触发更快，支持多平台，有线无线都可以。北瞳还有自己的软件，红编程、震动调节、灯效，甚至扳机键行程，这些甚至都可以自定义。还有一点很精英，模块画面壳3组摇杆可换， ABXY 按键可以换位置，在 PC 和 Switch 之间切换也不会割裂了。除了大黄蜂、北瞳阿修罗2、擎天柱北瞳阿修罗3这几个主机 PC 的手柄，还有一款擎天柱北瞳 G2 手游手柄，提供更好手感的电竞摇杆和机械金键，大部分主流手游都支持，不用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利用磁吸收纳起来，很方便。这套手柄经变形金刚正版授权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哦，不要忘记留下3连哦。